那我们今天来玩的就是这个等级赛。人路服跑衣是官方授权吗？对啊，就是还没关呢，不是什么私服或者什么的。嘎啦嘎啦，干嘛干嘛？好，这图我知道。哎呦，他大改，我想要他起跑怎么那么远？哦，晕了！哎，三小啊！哦，啊！哦，撞了什么？不是啊，那你怎么有东西会撞到啊？因为那个传送带是看脸的。哦，是哦。哦，只能说你看不了直播啦。反正有人会撞呢。点到第三，连胜保住了。哎，哦，这是那个兵马俑二，我以为兵马俑一。哎呦，这个 watch 哦，不能好好跑吗，老哥？要冲人家内线到底干嘛？舒服啊，不如带的好啊。我现在知道我怎么会撞了。他出那个传送带之后，他不会重置那个位置，所以他就会往左偏，所以我就不要往左就好，我就不要硬拖就好了，就是拉个段位。我现在知道了。对啊，拉个段位就好了。
我摩托车跑得不好，我四轮车强一点。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实力现在还怎么样，但是我可以教大家几招跑个人赛的方法。跑个人赛呢，最重要的不是跑快，也不是跑稳，而是要会判断对手的路线跟对手这个时候想干嘛，然后去避开对手的操作。这就是个人赛最重要的地方。有没有？比方说，我这里如果推他，我就把他推得很远，然后我再凹他，没成功，我们可以再做一次。你对我说，我们只是擦肩而过，想多了。感觉我不该教大家玩个人赛，他是不是知道我想干嘛？没有欸，他其实也没躲，好像是我自己没瞄好。豹哥的收入了没有啊？那广告也没多少，我一个月能在Twitch上面拿的钱，也就是你们订阅的钱而已啊。那广告是没什么钱的。这个图我刚刚有跑过，我现在知道怎么跑了。有吧，你看我这个寄图的能力还是很强的。哦，这个关有拖起来哦，很像样哦。现在有之前韩籍选手在玩跑跑一吗？我知道有蛮多的，像什么李明仔啊，然后韩胜明啊，然后李宰赫啊，朴仁秀啊，郑胜和啊，这些都有在玩啊。看中这路灯啊！哎呦，翻车了，这个人。他直冲我，干嘛？生气哦，发脾气哦，生气气哦。对啊，这个是 ISL 倒数第二季的图吧？那个时候跑完之后都没跑过了。看好这图跑起来跟都是跑二的形状。
我们不该超越。反正尾流跟得到。我靠！撞到了。哦，翻车！哎、欸，要失误了！嘿嘿，溜！大管的大管的，你现在精粹到不扭一颗了、哦，应该会扭吧？但是我跑二玩太多，我跑一我没有怎么跑过那个，所以我完全是跑二的路线。你有发现吗？我刚刚那个完全是跑二的路线，哈哈。我有个想法，我跟在他后面啊，不要逃他。然后我们最后一个梦幻陀飘，在不碰到他的情况下抄他。那我先抄好了，太慢了。我们现在花了40分钟。哦，我们已经进到前 2.44% 咯，预计排名我们已经到了195名哦。